晚上好，欢迎来到英文文学欣赏第九讲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Emily Bronte， 艾米丽·勃朗特，生于1818年到1848年。在我们进入课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为同学们精选的一个 quotation， 从这个作品里面出来的。他说 ：“He's more myself than I am。”He 是指 Heathcliff， 这个 I 是指今天的女主角 Catherine。他说他比我自己还更像我。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不管我们的灵魂的材质是什么做的，他的跟我的都是一样的。好，同学们听到这里有什么感觉呢？有没有起鸡皮疙瘩呢？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课前的暖身问题。刚才那句话，同学们有没有想到中文的这句诗词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让你生死相许呢？有没有一个是比你还要像你自己的？你觉得你们的灵魂的品质是一样的这种人？那你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吗？什么叫轰轰烈烈？以前同学常常跟老师说，哇，老师，我就是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什么叫轰轰烈烈的爱情，直叫人生死相许。那当你觉得你遇到灵魂伴侣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来看今天的单元目标，我们要认识咆哮山庄。咆哮这里不是 shouting， 而是 Wuthering Heights。透过小说家的视角，检视爱情和婚姻的不同。首先我们欢迎今天的贵宾陈彦豪陈老师。陈老师欢迎您。谢谢梁老师的邀请。各位同学好，也非常高兴每次来录制这个英文文学欣赏的教学节目。接下来来看今天的课程摘要。咆哮山庄出版于1847年，是 Emily Bronte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这个有没有让同学们想到哪一首中文的诗呢？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张若虚，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春江花月夜》。在清朝的时候，有学者居然说孤篇独傲全唐。唐朝那么多诗人，有李白，有杜甫，居然说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孤篇一篇独傲全唐。那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咆哮山庄，维多利亚时期那么多小说家，居然他就这么一篇一本小说可以流传后世，到现在还这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为什么呢？这部小说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有哥特风格。现在同学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哥特风格了。哥特式的元素就是惊悚的，有鬼魂的，有闹鬼的，有城堡的，很惊悚的这种元素。那早期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教坏道德，令人憎恶。有一些道德家就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有复仇。好，有的则称他为风格独特，有粗犷的力量。看到咆哮山庄就知道他一定是在原野当中的一所山庄，有北风呼呼的吹，有鬼魂这种很粗犷的力量。咆哮山庄在英国文学史上是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因此本书是罗曼史小说的元老级的作品，可以媲美傲慢与偏见、理性与感性、简爱等等。那咆哮山庄又是哥特式的小说宅院幽灵派的代表作，上乘科学怪人，我们之前讲过玛丽雪莱写的科学怪人，下阶吸血鬼，他们当年玛丽雪莱在日内瓦还记得吗？他们在瑞士的日内瓦写小说，其中有一个是拜伦的医生，他们延伸出来的恐怖小说就是变成吸血鬼的系列，成为19世纪恐怖小说的经典之一。不仅如此，咆哮山庄、白鲸记、 Moby Dick 还有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King Lear 入选为世界三大悲剧故事之一。咆哮山庄是一部精心编排有复杂的时间架构，多复杂，历经三代人，还有
多个互相关联的叙事者观点。我们前一讲有讲到简爱是以第一人称的观点，那在这里呢，他的 point of view 是几个呢？他不是第一人称，他其中的爱是连续换好几个人，是多个叙事观点。他将离奇的情节砍入到真实生动的家族历史和自然风景当中。我们前面有讲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是在一片大原野当中。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人物日常生活当中的幻想力量。外境就是心境，尤其是对于爱情和面包的精辟论述。有课本的同学请你参考课本，我们的课文里面还有特别为同学翻译，还有找出单字来，就是在讲这一段啊。女主角就对着她的奶妈述说她的心事，凯撒琳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个高帅富林登的求婚了，可是答应了之后呢，他又觉得怪怪的，就找奶妈倾诉。哎，奶妈，你说我答应他的求婚是不是对的呢？那奶妈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奶妈问他什么？你爱他吗 ？Do you love him？ 这么简单的问题，他回答不出来。他顾左右而言他，他就说：哎，谁会不爱他呢？他长得这么可爱，他又这么温柔，又这么体贴，又这么有钱，我谁会不爱他呢？那奶妈说：哦，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回答。那最后一直问他，那你为什么爱他呢？哦，他后面讲说 And he will be rich And I should like to be the greatest woman of the neighborhood And I should be proud of having such a husband。 还有啊，还有什么理由你爱他？还有他将来会很有钱，因为他是在画眉山庄，他会成为有钱的继承者，他会继承一大笔土地。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有讲过长子继承权，这个林登就是长子，他们家的所有的财产，动产不动产都会是他的。那他嫁进去之后呢，就是当少奶奶啦，我要成为附近最尊贵的夫人，有这样的丈夫会让我感到很骄傲。哎，这样能说服奶妈吗？如果你听到你的朋友要因为这样的理由嫁给某某人，你会觉得哎，这实在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奶妈就一语戳破凯撒琳的心事。她说什么呢？她说：“你爱爱德加，爱德加就是这个林登先生，因为他很帅、年轻、活泼、有钱，而且他也爱你。他认为这是好理由吗？”不，同学们如果有课本的详细看课文就知道，奶妈一再的否认他，这实在是一个最烂的理由了。你说他有钱啊？有没有你有一亿的，人家有十亿的，有十亿的还有人有一百亿的。你说他年轻，他现在二十岁，人家还有以后还会有年年有更年轻的啊。那有钱、年轻、可爱，这些都是会随着时间的因素而改变的，而且他也爱你。可是最后一条一点都不管用，如果没有最后那一条，你可能照样会爱他。这个就像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女生问她的先生，在新婚之夜就问她的先生，问她的太太说：哎，如果我没有继承我爸爸的这么大一笔遗产，你会嫁给我吗？她太太说：亲爱的，你别傻了，不管谁给你这么大一笔遗产，我都会嫁给你。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笑话是哎，很经典的。那奶妈接着说，如果只有最后一条，而没有前面所提的那四个吸引你的条件，你也不一定会爱他。那在这里就看出来了，面包跟爱情是哪一个重要。最后凯撒琳决定嫁给 Edgar Linton， 他决定违背他的心，他知道他的灵魂是爱 Heathcliff， 就是那个男主角，但是他的大脑告诉他，你要选一个高帅富，所以他选择了追从、服从社会文化的选择，将是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因为凯撒琳的这个决定，引发了 Heathcliff 后面毁灭性的报复行动，也影响了咆哮山庄里每一个角色的命运。成年后的凯撒琳会选择与 Edgar Linton 结婚，是因为他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这桩婚姻最后还是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以女权主义的观点，这本小说更是凸显了当时沿袭过去社会架构的时代，女人唯有透过婚姻才能
赢得声望，就像有些人嫁给医生，哎，他就变成医师娘，还有医师娘工会这种东西哦。那有人嫁给牧师了，就叫牧师娘，他本身不一定要会医术，但是他就拥有了这样的声望。哎，一般社会大众还是很尊敬医师娘、牧师娘这样的工作。如果是工作的话，还有财经地位的种种问题。那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其引发的蝴蝶效应被巧妙的安插在布置在遗产的继承、近亲的结婚、偷盗抢夺、代际之间的权利，还有土地的转移。有看到吗？一部小说里面涵盖这么多的元素。 Emily Bronte 匠心独运，把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和物质世界中，设置了复杂的时间架构。我们刚才有讲了三代人，还有砍入式的故事叙述的观点，还有哥特风格运用于精神探索。它彻彻底底拓宽了英国小说的界限，为英国小说增强了情感的力量。咆哮山庄地处荒芜的高地，所以叫 Heights。故事从荒野景象中徐徐展开，为小说创造了极具冲击力的环境设定。小说中有多个叙事观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叫 Lockwood 和 Nelly。 Nelly 就是 Catherine 的奶妈， Lockwood 是来自英国的南方约克郡，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 Nelly 呢，是一名奶妈，他经常往返于咆哮山庄和画眉山庄。我们这里的场景就是咆哮山庄跟画眉山庄。 Catherine 就是从咆哮山庄嫁到画眉山庄，当了少奶奶。 Emily Bronte 特别设置的另外一个场景，一个和咆哮山庄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画眉山庄。那小说的背景是哪里呢？是18世纪英格兰北郡的 Yorkshire约克郡。那咆哮山庄是耸立在山坡上的。咆哮为什么叫咆哮呢？因为寒风常年一直吹，呼呼呼，好像人们愤恨的怒吼，所以称为咆哮山庄。听到这里，有没有很想知道到底整本小说在写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剧情。好的，郭同学，这个故事啊，Wuthering Heights 的故事主要是描述庄主恩肖老先生的养子西斯克里夫与养父的千金凯撒琳两个人青梅竹马，一同在庄园内长大，很快呢便互生情愫。但由于西斯克里夫的自卑和凯撒琳的娇姿，导致两人之间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一段毁灭性的复仇大戏就此展开。小说对西斯克里夫的出生地讳莫如深，尽管我们知道恩肖先生是从利物浦的街头将他领回家的，但是其他的信息呢都无法确定。而利物浦大家知道，它是爱尔兰通往英格兰一个大的港口，也是奴隶交易的门户。Bronte 一家就来自爱尔兰，而爱尔兰在1840年代，也就是小说发表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严重的饥荒啊。那陈老师自己觉得，恐怕也这个饥荒的原因啊，这些小说家好像命都不是活得很长哈，这个营养还是很重要哈。但是呢，艾米丽在撰写小说时采用了相辅相成、彼此连结的叙事视角，就是我们所谓 perspectives， 意味着我们永远也不能够确定西斯克里夫来自哪里，也始终无法明白我们的情感是否客观。我们对西斯克里夫的反应就跟小说里的角色对他的反应一样，一直在变化。咆哮山庄创造了一个情感热烈的世界，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在角色和读者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出人意料、超乎常情的深刻烙印，惊悚贯穿全书，并为许多关键的人物定下了基调，有狂喜，有怪异，也有疯狂。
小说很巧妙地利用了死亡这一个意象，故事中不乏死里逃生、自寻死路的情节，有精心演绎或幽默戏谑的死亡场面。例如，濒死的凯撒琳看见黑衣柜里面有一张人脸，这在第十二章哈，或是西斯克利夫打开凯撒琳的棺材，或是他把妻子伊莎贝拉的爱犬吊死在花园里。小说热衷于探讨人类的极限，整部作品弥漫着死亡和邪恶的力量，以及因为这种力量而造成的冲动行为模式、幼稚而极端的情感、难以抗拒的强大意愿，还有过非常激烈的罪行所招致的恶果。书中提到了许多动物、幽灵和鬼魂，这些东西和西斯克利夫一样，是我们永远也拨不开的迷雾。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牵扯几十年的爱情，就像基因突变，从质朴的情愫却因为无法圆满，一路极端的蔓延，疯狂的滋长，爱变恨，情转仇。希斯克里夫甚至希望死后把凯撒琳棺材打开，灵魂长相厮守，最终不吃不喝，苦练而亡。好，陈老师要为我们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好的，各位，这个 Emily Bronte 哈，她是1818到1848，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作家与诗人。她完成这个《咆哮山庄》这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只有29岁啊。那 Emily Bronte 跟姐姐《简爱》的作者哈，是 Charlotte Bronte 哈，一样。从小就爱好写作，啊，那么 Emily 写长篇小说《咆哮山》的时候呢，她继她的姐姐夏洛蒂的《简爱》之后啊，跟妹妹安妮的作品《艾格尼斯·格雷》一起，在1847年的12月出版。可惜的是呢，仅仅一年之后啊 ，Emily 就于1848年12月19日病逝，就好像彗星结束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Emily 在 Bronte 三姐妹中排名第二，一生未婚啊，也从未谈过恋爱，如此过着孤独生活的奇女子。她非常喜爱在荒原上漫步。在现实生活中呢，她还是一名神枪手啊，跟随着潮流，擅长投资股票，也懂法文与德文，钟情艺术，贝多芬、韩德尔的钢琴作品。 Emily Bronte 呢，她是父亲 Patrick Bronte 6个孩子当中的第五个。 Emily 的父亲呢，出生在爱尔兰，在偏远的约克郡高沼地，做了一辈子的助理牧师。除了代表作《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年 ，Emily 还写了200多首诗歌。他的姐姐 Charlotte Bronte 认为这些诗歌有独特的音乐性，荒凉、忧郁、发人深省。 Emily 的作品第一次父子就源于姐姐 Charlotte 的倡议。1846年，三姐妹以科勒，就是 Currer 哈，爱丽丝 Alice 和阿克顿贝尔 Acton Bell 为笔名，自印出版了诗歌集，其中尤为杰出的一篇诗作便是艾米丽的《我的灵魂绝不懦弱》No cold soul is mine。 好，谢谢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Emily Bronte 的生平。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我们今天的课文《咆哮山庄》第九章。第九章在讲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有跟同学们说，凯撒琳对着奶妈述说她的心事，这一段非常的精彩，请同学们务必拿着课文仔细的欣赏，对照着我们帮同学们整理出来的单字，请同学们先大声的念出以下的字汇，你只要大声念出来就好了，不用管它是什么意思。好，下面的同学们请你们自行把它念过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今天的课文。 Nelly, will you keep a secret for me?
she pursued, kneeling down by me and lifting her winsome eyes to my face with that sort of look which turns off bad temper, even when one has all the right in the world to indulge it. Is it worth keeping? I inquired, less sulkily. Yes, and it worries me, and I must let it out. I want to know what I should do. Today, Edgar Linton has asked me to marry him, and I've given him an answer. Now, before I tell you whether it was a consent or denial, you tell me which it ought to have been. Really, Miss Catherine, how can I know? I replied. To be sure, considering the exhibition you performed in his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I might say it would be wise to refuse him. Since he asked you after that, he must either be hopelessly stupid or a venturesome fool. If you talk so, I won't tell you any more, she returned, peevishly rising to her feet. I accepted him, Nelly. Be quick and say whether I was wrong. You accepted him? Then what good is it discussing the matter? You have pledged your word and cannot retract. But say whether I should have done so. Do! She exclaimed in an irritated tone, chafing her hands together and frowning.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be considered before that question can be answered properly, I said sentent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do you love Mr. Edgar? Who can help it? Of course I do, she answered. Then I put her through the following catechism. For a girl of 22, it was not injudicious. Why do you love him, Miss Kathy? Nonsense, I do. That's sufficient. By no means. You must say why. Well, because he is handsome and pleasant to be with. Bad, was my commentary. And because he is young and cheerful. Bad still. And because he loves me. Indifferent, coming there. And he will be rich, and I shall like to be the greatest woman of the neighborhood, and I shall be proud of having such a husband. Worst of all. And now, say how you love him. As everybody loves. You're silly, Nelly. Not at all. Answer. I love the ground under his feet and the air over his head, and everything he touches, and every word he says. I love all his looks, and all his actions, and him entirely and altogether. There now. And why? Nay, you are making a jest of it. It is exceedingly ill-natured. It's no jest to me, said the young lady, scowling and turning her face to the fire. I'm very far from jesting, Miss Catherine, I replied. You love Mr. Edgar because he is handsome and young and cheerful and rich and loves you. The last, however, goes for nothing. You would love him without that, probably. And with it, you wouldn't, unless he possessed the four former attractions. No, to be sure not. I should only pity him, hate him, perhaps, if he were ugly and a clown. Bu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handsome, rich young men in the world, handsomer possibly, and richer than he is. What should hinder you from loving them? If there be any, they are out of my way. I've seen none like Edgar. You may see some, and he won't always be handsome and young, and may not always be rich. He is now, and I have only to do with the present. I wish you would speak rationally. Well, that settles it. If you have only to do with the present, marry Mr. Linton. I don't want your permission for that,
I shall marry him. And yet you have not told me whether I'm right. Perfectly right. If people be right to marry only for the present. And now let us hear what you are unhappy about. Your brother will be pleased. The old lady and gentleman will not object, I think. You will escape from a disorderly, comfortless home into a wealthy, respectable one. And you love Edgar, and Edgar loves you. All seems smooth and easy. Where is the obstacle? Here and here, replied Catherine, striking one hand on her forehead and the other on her breast. In whichever place the soul lives, in my soul and in my heart, I'm convinced I'm wrong. That's very strange. I cannot make it out. It's my secret, but if you will not mock at me, I'll explain it. I can't do it distinctly, but I'll give you a feeling of how I feel. She seated herself by me again. Her countenance grew sadder and graver, and her clasped hands trembled. If I were in heaven, Nelly, I should be extremely miserable. Because you are not fit to go there, I answered. All sinners would be miserable in heaven. I've no more business to marry Edgar Linton than I have to be in heaven. And if the wicked man in there had not brought Heathcliff so low, I shouldn't have thought of it. It would degrade me to marry Heathcliff now, so he shall 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him. And that, not because he's handsome, Nelly, but because he's more myself than I am. 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 And Linton's is as different as a moonbeam from lightning or frost from fire. Ere this speech ended, I became sensible of Heathcliff's presence. Having noticed a slight movement, I turned my head and saw him rise from the bench and steal out noiselessly. He had listened till he heard Catherine say it would degrade her to marry him, and then he stayed to hear no further.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快速字汇通。第一个 pursue。这里 pursue 本来的意思是说追求谁，但是文字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会有不同的意思，在这里是接着又说的意思，就不是追求了。Kneel down， 跪下来。Knee 是膝盖嘛，那这里望文生义就可以知道是跪下来。Win some。Win 是可以赢得什么人，那能够赢得什么人的呢，就是迷人的意思，所以同学们这个可以是象形文字的概念。 Indulge Sulkily Inquire Irritated， 这里是 irritate 加上 ed 变成形容词。 Exclaim Chafe Frown Properly, sententiously， 这个字很特别，是一本正经的。下一个是盘问，就是像奶妈在盘问 Catherine， catechism， 她一直在盘问她，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你爱他吗？就是盘问这样的意思。Injudicious, nonsense。那后面的单字呢？请同学们自行参阅你们的课本，把它念完。好，谢谢各位同学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陈老师的参与，感谢您，我们下回见。谢谢梁老师的邀请。